同样在八月上映的电影还有由范冰冰主演的都市喜剧一夜惊喜，昨天呢也举行了发布会，除了一票主创们整齐亮相之外，天王黎明也是非常罕见的以客串嘉宾的身份出现了，同时还曝光了自己的人物版的海报。更多精彩内容呢，我们到发布会现场去看一下。会现场非常特别，不见了椅子，众主创只好在床上寻个安身之处，而神秘嘉宾也始终不亮相，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在几位主创的强力铺垫下，久未露面的黎天王终于闪亮登场。眼前的黎明斯文帅气，那么电影里的他又是如何呢？揭开海报来看看吧。小凡，你怎么成这样呢？那个大痦子！你是发现我现在穿的高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形象跟我以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。痦子不是重点。你说这是我的冠冕冰冰是不是？痦子上面那三条毛是重点。看画面还不够生动，我们再来看看拍摄花絮吧。如此这般的黎明，你见过吗？电影里范冰冰最终寻找到了真爱，生活中的范冰冰对于爱情，她的理论就是不要眼高手低。我真的要告诉所有的女孩，不要眼高手低，对，不要去太多的去给自己很多的条条框框。爱有的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人，你爱了，然后你就直接去表达，不要错过你身边最美好的。范冰冰也坦言自己可不是光讲理论，面对真爱时她就曾经付诸行动过。我跟一个男生说我很喜欢你，我们可以在一起，对，但是他在我身上发生过，发生过，对，是这一段还是之前？就是发生过，然后我自己讲出来的时候，我也是，其实我也是挺吃惊的，因为